目の前防御で僕の体を守る。そして右手のスクエアは。是民国99年哈，4月份的时候买这个房屋。我们买的时候哈就已经有增建的部分，那围墙的增建历史可以追溯到民国70年。警察有到现场，那警察却说这个不是现行犯，好，然后没有那个立即逮捕，我们告他们妨碍自由，被决定的房子目前我们无法外拍。嗯哼。